touching, it got me stoned. Higher than I've ever known. You call the shots and I follow. Sunrise, but the night's still young. No words, but we speak in tongues. If you let me, I might say too much. Hello, 朋友们，下午好。我今天又跑到郫县来玩啦。看得出来我今天有什么不同吗？我买了那个小恶魔的睫毛，今天是第一次贴。我猜弹幕会说看不惯，没错，我也看不习惯，我觉得好像有点小夸张了。下地铁了，看到这儿有一家很可爱的面包店，进来逛一下。你迟到姐，这个好可爱，这个造型老板说是风干的，用来装饰的。他们家面包的口味好特别啊，感觉这些都不太常见。现在我们先前买了两个，坐在街边尝一下，先尝这个吧。椰香斑斓，这面包跟你手机壳好搭呀，真的，就是搭的，搭一块哈。你直接吃就行了，坑吗？直接坑啊。嗯，你坑完了，我再坑你剩的。吃一下味都嚼辣了的。吃到馅儿没有？没有。有馅儿吗？啊？嗯。闻起来还挺香的，居然没馅儿，老铁们。嗯，我期待中它里面就是那种白花花的浓酱，我也觉得那种应该更好吃。它的面包就是特别松软的米面包，挺好吃的。感觉这个不是搭配到啥子吃啊？嗯，我也觉得。感觉有点无聊了。再来尝尝这个茉莉清茶的米的面包，现在看了一下配料表，估计这里面也是没有馅儿的。嗯，咋啦？然后这里都挺香的，就是椰香也很香，这个茉莉花也很香。嗯，真的香。就像茉莉花茶那种味道。哎，真的茶味特别浓哎。嗯，我个人更喜欢这一款，也是没有馅儿。第一，就这个大小我觉得刚刚好，早上当早餐。啥的，很多面来说都是刚刚好的。虽然没有太阳，我们准备在这儿拍几张照片。嗨，朋友们，现在到了晚饭的时间。接下来我们两个去那个湖边公园，然后逛了一会儿，拍了一些美美的照片，一下午就这么打发过去了。现在我们来到一个叫三两的西餐厅，是他们家的菜单，有各种不一样的卡纸组成。我以为是凉菜，结果是热的。这个饭一般，温温的，而且味道也没有任何酸酸辣辣的感觉，就很普通很家常的味道。我也很想做米饭。嗯。
黄油味道挺香的。它这个饼居然是那种有厚度的饼，我以为是那种很薄的。这个酱汁里面有很浓郁的香料味，还挺好吃的。里面的配菜就是鸡肉、鹰嘴豆和口蘑。嗨，朋友们，中午好。昨天晚上我们两个又找了一个可以包夜的店玩社，玩了一通宵的游戏。括号其实没有玩到一通宵。我们两个最近都非常上瘾舞蹈厨房，今天早上一睁眼就开始做菜，现在已经12点过了。我们过来大学的周边吃点好吃的，这家是五谷鱼粉，有没有吃过的小伙伴？它是微辣。闻起来好香啊，这个汤奶白奶白的。没想到它雪白的外表下是麻辣鲜香的味道。看他们家的粉三种颜色，很有嚼劲的那种，就是像东北麻辣烫里面的感觉。对，口感有点介于粉和面之间。我就先煮出来。取到，你想留下另一个吗？也有一下后台，谢谢啊，用三元化。妈呀！我们的铁板炒来了，很香很香，里面呢是加了很多很多种蔬菜，荤菜呢就只有一个鸡柳。你们两个有几次铁板炒的味儿啊，好吃好吃，太香了。我觉得我们虽然加了很多蔬菜，但它别有一番风味，就每口特别的脆。今天我们是两家店都各点了一个单人份，然后每一样都尝尝。怎么自己在家就炒不出这种味儿呢？刚吃完两个主食，又带我来吃这家很好吃的炸鸡。说出你的推荐理由。皮薄馅多，多汁儿，美味。看看有多么多汁儿。我们点的是蒜香酱油的。确实皮特别薄，很怕吃到那种面衣比肉还多的炸鸡。没想法捏吧。好吃。嗨，朋友们，现在又到了晚饭时间，吃完这顿我就灰溜溜的回家了。今天晚上呢吃花雕醉鸡，以前没吃过，你们吃过吗？我们点了一个中辣，但是他们家辣度很奇怪，有三微辣、微微辣、微辣、中辣。问了老板，他说中辣等于外面的特辣，看一下怎么样。就是它看起来很像那种重庆鸡公煲，括号张重庆，但是呢它和鸡公煲不一样的就是它有那种淡淡的米酒香气，尝一下。
好吃。我们点了一个双人份的小锅，68块钱。其实它吃起来和花雕酒我感觉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，没有什么酒味。里面还有这种油条，我吃鸡公煲的时候也是最喜欢加油条的。这家店最搞笑的是什么？侄女有一个同学吧，天天吃花雕鸡了。他的朋友圈贼搞笑，隔三差五就是来吃花雕鸡了，来吃花雕鸡了，今天又来吃花雕鸡了，花雕鸡我来了。括号他跟这家店完全没有任何的利益往来。看它里面的这个土豆厚片，一看就是我最爱的那种沙糯面。如果没加火锅点土豆都讲究了。昨天晚上玩游戏玩得太久，今天眼睛全是血丝儿，带皮的肌肉。我记得很多朋友在那个评论区说我吃饭比较小口小口的，我那天仔细想了一下，其实我小时候养成那个习惯，就是我们家吃饭是在客厅的茶几上吃饭，就我们家也是有餐桌的，生活习惯就是坐在客厅边看电视边吃饭，小时候就为了看电视的时间长一点，吃饭的时候就故意小口小口的，但渐渐的就养成习惯了，你说让我改的话有点难。总的来说这两天吃得非常的开心，给大家排个序吧。就我自己的口味来讲，今天中午吃的那个炒饭是最好吃的，就在西华大学的侧门一出去，好像就叫什么什么铁板烧，那周围也只有一家铁板烧，他们家生意特别好，饭点去的话都要等30分钟以上。其次的话，我觉得这个花雕醉鸡非常不错，适合跟小伙伴一起来吃，因为他们家没有一人份的。偶尔想吃的稍微清爽一点的话，就可以去尝一下那个无骨鱼粉，它那个汤太鲜了。但是我不确定每一家无骨鱼粉的味道是不是都一样的啊。喜欢吃炸鸡的小伙伴可以试一下北村家的炸鸡，他们是连锁店，真的是皮薄多汁儿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下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